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德，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第24页，分身集会品第二。请看经文。尔时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刀立天宫。先看这一段，前面刀立天宫神通品，第一是本经的序分，为我们说明这一次法会的时间、地点、参与法会的大众，同时由文殊菩萨发起拉开这一次地藏菩萨盛会的序幕，里面有正信序，有发起序。接下来从分身集会品，从这一品经文开始，一直到较量布施功德圆品第十，这一大部分经文是本经的正中分。正中分是全经最重要的经文，这一部经修学的宗旨都在这一部分经文当中详细的论述，所以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留心，尽量把握每一部分经文的要点。分身集会这一品经文重点是介绍地藏菩萨，前面也有略略发起地藏菩萨往昔过去劫最初发心的因缘，而这个地方呢，则是直截了当，让我们认识一下地藏菩萨他现在的工作。分身集会，从字面上看，地藏菩萨在净虚空变法界有无量无边的分身，或者说化身。今天共同来集到刀立天宫，
因为他是这一次法会的主人公，所以必定会全力以赴，全力以赴来参与这一次大会，分身集会。这一品经文就是围绕地藏菩萨的工作而论述的。经文一开端，耳识，此地这个耳识不是啊，前面大众集会之后地藏菩萨才慌里慌张赶到，不是这个意思。一般我们理解耳识就是这个时候，前面大家集会到倒立天宫，文殊菩萨跟世尊有了一番的对话之后，地藏菩萨才赶来，一般可以这么理解。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么理解的，此地的耳识就是前面如来世尊放光现瑞之时，地藏菩萨已然在现场了。这是古大德注解的时候特别交代的，这里面没有先后，地藏菩萨早早就到了，只是在介绍的时候人太多，先介绍外围的听众，最后重量级的人物再专门介绍，是这个意思。大家可以想啊，地藏菩萨这么孝顺，对于师长必然是十分尊重，怎么能让老师在倒立天宫等那么久呢？所以必然是一早就赶到倒立天宫，合情合理。所以这个耳识就是大众集会，世尊放光集众之时，地藏菩萨早早的就闻讯赶到。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在本经多次出现这几个名词，不可说，不可说。首先我们要有一个笼统的概念，这一部地藏经上所涉及到的范围境界打破我们的常规思维。我们一般想问题总是在一个局限的空间里面，本经不是，开口都是无尽的时空，这显示出地藏菩萨的悲愿无穷无尽，这与自信圆满相应。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把心量扩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我们自己也想象不到原来我们的心量可以这么大。再说的具体一点，就像地藏菩萨一样，这无量无边阿僧祇世界的所有地狱众生，地藏菩萨通通能包容，这是什么心量？我们学地藏菩萨大愿的精神，从这个地方去思维。我们今天在生活中，别说是这么多地狱众生啊，就是身边有一个两个地狱众生，早就把我们气得要命了。那我们身边有地狱众生吗？有啊，我们最讨厌的那个人，我们就恨不得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那不是地狱众生吗？我们身边业障习气特别重的众生，那不就是地狱众生吗？我们能包容吗？我们能以地藏菩萨的悲心去怜悯，进而去教化吗？这是学佛修行的基础。地藏菩萨的大愿是一切菩萨都发的愿，所以这是根本法门，心地法门，
不是说只有这个菩萨才会这样，一切诸佛一切诸菩萨都是从这里开始发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说到无边范围太广，而地藏菩萨专门选一类众生做代表，让大家有一个入门之处。哪些众生呢？一定是最痛苦的众生，就像我们帮人一样，救苦救难，哪些人先救我？马上要死的人先救我，是不是呢？在芸芸众生当中，恶业最重的众生最应该先去教化。地藏菩萨如此，阿弥陀佛的愿也不例外。四十八愿，头一个大愿就是国无恶道，为恶道众生而设。紧接着就是不堕恶趣，乃至恶道众生到我这边来，我不会排斥他，而且在大愿中首先就考虑到他们来了之后永远不再受委屈，不再受痛苦。就像慈母看到自己的儿女因为不懂事犯了错误，关进监狱受一些煎熬，这个慈悲的母亲会想方设法帮自己的孩子早一天出来，出来之后一定会把他保护好，无论如何不让他再犯错，不让他再堕恶道去受苦。这是一切诸佛菩萨共同的悲愿。所以为什么地藏菩萨这种精神会感得十方一切诸佛共同来参与为众生做证明，道理就在此地。这是一切诸佛一切诸菩萨共同的精神，也是学佛每一个修行人应该要去落实的。所以我们从这些境界中可以体会到本经确确实实是圆满境界。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不应该只盯住几个鬼王不放，有些朋友一读地藏经就感觉到很恐怖，又听人说地藏经最好不要在家里读，尤其是晚上千万不要读。什么缘故呢？说你这一念地藏经啊，把这些大鬼小鬼全部都招来了，这还得了啊？认为这很不吉祥，天天盯着鬼不放，是何居心啊？地藏经不是只有鬼王啊，地藏经上更多的是祝福，经文一开端就是十方无量世界，不可说不可说，一切诸佛。为什么不去看看佛呢？盯着几个鬼不放，这说明一般人的心里面常常想的都是鬼境界，一看到鬼眼睛就亮了。本经上至诸佛，下至恶逆凡夫，通通都包括在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圆满的境界。这个地方以地藏菩萨做代表，让我们了解一下诸佛菩萨的具体工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常常拜佛拜菩萨，有时候听到经常赞叹某某菩萨很伟大很了不起，也有些人认为这有些太夸张了，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伟大之处。以地藏菩萨为代表，我们深入的去了解。譬如像这一位地藏菩萨，他在百千万亿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所有两个字说明这位地藏菩萨对一切苦难众生
他没有任何偏见，没有说这个娑婆世界的地狱众生是我的亲人，我特别照顾。他方世界的恶道众生跟我关系不是很密切，我就往后再考虑。没有，以平等心给予就度。所以在分身教化的时候，没有一个地方会舍弃，这么多的地狱处，有多少众生在受苦受难？可能有朋友会想，真有这么多地狱吗？没办法，烦恼众生太多，不听话的孩子太多，所以就有那么多监狱，就有那么多看守所。这并不是这些世界的阎罗王商量好了，哎，咱们共同联网建立这么多的监牢狱，然后惩罚罪人，不是的。这是众生各自的业力自然而然变现出来的境界。地藏菩萨以神通智慧入这些苦难众生的烦恼境界中给予教化，这就是地藏菩萨分身的具体工作。无量无边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即在道立天宫，分身一般来说菩萨有相应的成就之后，譬如说圆教初住位以上，明心见性，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有能力同时，就是同一时间，在100个3000大千世界，以佛的身份去教化无量众生。原初住位，别叫初地位，就有这个能力。往上面去，倍倍增加。原叫二住位菩萨，能够在1000个3000大千世界，以佛身教化众生，不可思议啊！这是自信本有的德能。像地藏菩萨这样的早就证得实地的大菩萨，所以分身无量无边，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我们凡夫想来，分身到底是什么概念呢？会不会像《西游记》里面孙悟空分身那么奇妙，那么不可思议呢？其实孙悟空啊，变的那些把戏没有办法跟这些菩萨们相提并论，猪八戒的那点本领就更算不上什么了。周大菩萨的神通智慧真叫不可思议，他能在一时之间分无量身，变虚空法界，而且每一个身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像他本人一样去完成所有可能的利益众生的工作。小乘圣者也有类似的能力，比如小乘阿罗汉，他也会分身，但是不具备这一种特殊的功能。分了身之后，他需要遥控，就是他要天天照顾着那边分身在干什么，如果遥控不好就会出问题，没有见性，所以没有这么自在。像地藏菩萨这一种神通确确实实不可思议，所以后面的经文世尊有赞叹啊，这神通不可思议，确实如此。从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地藏菩萨有能力利益无量无边。今天
释迦牟尼佛在刀立天宫举办关于孝道的研讨会，佛门叫法会，现在都叫研讨会之类的，国际研讨会。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入涅槃之前，应刀立天主的邀请，上升天宫为母说法，报母恩，现身说法，教后世众生如何尽孝。我们前面曾经提示过，名为报母恩，为母说法，可是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一句是释迦牟尼佛跟他的母亲讲任何开示的记载。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世尊故意回避呢？倒不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早在讲《地藏经》之前，世尊已经单独为摩耶夫人，为佛母讲了一部经，前面那一部经讲圆满告一段落之后，这一次研讨会啊分两场进行，上半场举行完了，下半场就换成地藏菩萨来做主题报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地藏菩萨就分身来集了，集在刀立天宫。这是正式请地藏菩萨出场，像我们看电影一样，镜头转过来，接下来开始介绍跟地藏菩萨相关的一些事情了。这是经文一开端，分身集会。地藏菩萨来的时候呢，还带了很多很多的眷属，这些眷属都跟地藏菩萨有深厚的因缘，大家请看经文：以如来神力故，各以方面，与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亦各有千万亿，那由他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这是一段。我们在经上看到很多菩萨来参与世尊的法会，都会带着眷属。一方面呢，这是表示自己对老师恭敬，把自己教化众生的成就直接带过来。我们常讲供养啊，供养有很多种，譬如以香花供养，这是常见的，还有以心念供养，我没有带其他具体的供养具，运心供养。菩萨对诸佛如来还有一种特殊的供养，就是把自己教化众生的成就带来，上报佛恩。佛对弟子们没有其他的要求，如果说一定对弟子有要求的话，那就是希望每一个弟子诸大菩萨能够利益更多更多的众生。所以很多菩萨去见佛的时候往往会带很多眷属，显示出他这段时间啊不是在混日子的，他这段时间教化众生卓有成效，这也是对师长一种特殊的恭敬。
地藏菩萨在十方无量世界教化众生，成就不可思议。这一段经文就简单描述地藏菩萨来的时候，自己无量分身，这里面呢也有很多是受地藏菩萨的影响而发心像地藏菩萨一样，以共同的心愿加入这个团队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地藏菩萨除他本人之外还有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有不少学佛人看到地藏菩萨很了不起很伟大，他也就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而且也真有这样的能力向地藏菩萨去学习，以后这个众生也叫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是某一个人的专称，凡是学这个法门的菩萨通通都叫地藏菩萨，一起跟着最初发心的那个地藏菩萨来完成教化众生的工作。这些菩萨那都可以说是地藏菩萨前面那个地藏菩萨的眷属，同名同号，这是影响最深刻的。后面还会说有很多这地藏菩萨久远劫来教化，现在以种种身份来参与这一次法会的，以如来神力故，各一方面以诸得解脱从业道出者，以如来神力故，这是记载法会现场的阿难尊者用一种非常恭敬的态度，非常妥善的处理佛陀跟弟子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很多大经上都会看到这一类经文，比如华严经上就有很多这一类经文。菩萨在法会当中要向佛提出问题请教某一件事情，或者就是单纯的汇报自己所学，前面都会说成佛威力。什么意思呢？显示出我所学的我所有的成就不是我能做到，都是蒙老师的教诲，蒙老师威神的加持，我才有今天的成就，不敢居功自傲。这是一种谦虚学法的态度。地藏菩萨这样不可思议的成就，地藏菩萨同样也是这个态度，这是成佛神力加持。后面地藏菩萨也是多次表明，如果没有佛神力加持，我就不能做如是变化，不能成就这样殊胜的功德。这也是孝道的具体表现，以如来神力故，各一方面，这么多的分身地藏菩萨从不同的地方来，就是各一方面，有些从娑婆世界来，有些从他方世界来，在地狱里面他们各自承担不同的工作，但是他们都叫地藏菩萨。这里面呢大家可能也想到了，我们九华山的地藏菩萨也是属于其中的一位，这是以应化身示现在人间的身份被大家知道了，还有很多示现在芸芸众生当中我们不知道他真实身份的地藏菩萨也不少啊，可能就在我们身边，可能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的某某人
都有可能是地藏菩萨的分身。当然他不会让我们知道，我们也没有能力知道，他会以种种身份启发我们的孝心，引导身边有缘的众生去尽孝，去体谅众生的苦难，去进修佛道，这都是属于地藏菩萨分身的工作。地藏菩萨分身来与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业道就是造作种种恶业，一般是以恶业为主，造作恶业堕恶道。其实只要没有出六道，善业也很有可能成为恶业的增上缘。修了善业享福，享福的时候就造恶业嘛，所以这个业道其实就是六道轮回。当然比较痛苦的是三恶道众生，就是现在在三恶道受苦的众生，地藏菩萨教化的时候会先把众生从地狱恶鬼畜生道救上来，救上来之后会把这些众生放到人天善道，放到人天之后这些众生就有机会修行闻法，那么就可以继续的提升境界，最终超越轮回。这是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一些程序，一个有千万亿，那由他说，就是教化的从恶道里面出来，有些是从恶道出来，现在以人天的身份，有些呢是直接从六道超越了，以正果的身份超越六道，他有成就了，这一世也跟着老师一起参加刀立天宫的盛会，人数之多不可思议，千万亿，这在经上是常常看到的，那由他，那由他翻译为千万，千万亿，千万，我们可以去称一下，其实这里说的不是具体数字，人数非常多，来的时候大家共持香花，大家都带着香花，前面我们说过香代表信心，代表真诚，香为佛事，花呢代表的是阴性，六度阴性，这就是说来的这些同学们都带着自己的学习成果来见佛，来供养佛，这叫卢梭修行供养，不是说我只是带几个鲜花水果做做样子而已。我们现在来供佛呢，习惯上都是这一种情况，尤其民间很多老人家初一十五来拜佛，买些香蕉水果，看看佛，看看老人家这半个月有没有饿着，带点香蕉水果供上去，中午上完供之后通通都有带回家，很多地方都是这样，上午来香蕉水果香案上就摆满了，道场的师傅就开始上供，供着供着有时候就开始了，供到一半香蕉水果就少一半，供完了香蕉水果就没了，不是菩萨很灵，不是佛饿肚子你上供的时候他吃掉了，不是的，是很多老人家认为啊，我这香蕉水果带来就是给佛看看，然后顺便呢沾一沾佛的灵气，我还要带回家给孙子吃呢，所以这边供完甚至还没供完他急着要下班就带走了，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也顺便说一下，既然来供佛了你说那我们不带走怎么办，你不是亏本了吗，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不要私自带走，既然来供佛
这个香蕉水果这些供养放到香案上的那一刻就不再是我们的了，这一点要说清楚。如果这个概念没弄清楚，很容易犯一种过失，后面会讲到，我们也先简单提示一下。到三宝物，按说这个过挺严重的，我们把它说轻一点，免得以后道场没有香蕉水果吃了。先简单提示一下，就是你来供养三宝了，这就是三宝物了，可是你没有经过三宝的允许又拿走了，什么叫盗啊？不允许啊，没有经过主人同意你就拿走，这就叫盗啊。所以理论上讲这个是犯偷盗罪的，而且不是偷一般人的，偷三宝物。不过很多老人家他没有偷的观念，他就是想我就是带回去给孩子们吃，所以呀、啊，也不算是有心犯这个过失。我们要把程序说清楚，大家来供养香蕉水果种种工具，道场的师傅现在都不多，很多地方一个道场就一个师傅半个师傅。什么叫半个师傅？他就来这里半天，上完供他也走了，他可能还有其他地方等着他，所以师傅们肯定也吃不完。那么大家供养之后，如果要想带回去，沾了佛的灵气带回去，孩子吃了保平安会聪明，很多老人家都这么认为，这也没错，说明还信得过佛菩萨。那就向师父打个招呼，或者道场的负责人负责管理这个殿堂的菩萨打个招呼，这个香蕉水果可不可以带回去给孩子们吃。那么道场的负责人或者师父啊同意了啊，带回去吧，这就没问题了，这算是道场送给大家的。最好是怎样呢？道场提前说明，大家带来的香蕉水果啊，供完了可以自己带回去，但是不要抢，不要拿走别人的供养，这样就好。你不要供一个小的带走，带一个大的，那供养大的他找不到之后自己会生气的，他会起烦恼的。所以最好是怎样啊？有些道场呢倒是做得很合理，供养完了然后统一分配，一方面消除我们的分别心，另一方面大家也都可以满自己所愿，甚至有些道场还会特别准备更多的这些结缘品，让大家满载而归，并不是说道场一定要大家的供养留在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自己要明白这个程序，否则的话无意中犯下盗三宝物的罪过，那就不得了了。但是说到供养，在供养的同时我们也要有所启发，比如供香，每天烧香，香提醒我们，我们的信心有没有每天都在燃烧？香我们在烧，我们的信心每天有燃烧吗？今天对佛有信心吗？对法有信心吗？对师长的教诲有信心吗？对三宝有没有信心？早晨为什么点香呢？早晨一醒来就是我今天要活在三宝的教诲当中，我对三宝充满信心，就像这一炷香一样，它会延续下去，天天如此。这是比较通俗的解释，进而我对佛在经上的种种教诲有依教奉行吗？所谓持戒修定开慧，得解脱，解脱之戒，五分法身。五分法身这个名词比较专业，不好懂，所以我们就通俗的讲，看到香，我们有没有想到佛陀宝贵的教诲？有没有用香来好好的熏一熏自己？炉香乍热，法界蒙熏啊！我们都熏外面去了，我们自己有没有
拿香熏一熏。很多人烧香只顾熏佛，大把大把的烧，很多殿堂现在还是这个习惯，每个人来带一大把香，而且很多卖香的这些生产商啊，也动了一番脑筋的，打出很多广告，烧这个香会得到什么果报啊？这个香多高，肯定会离佛越近，所谓高香啊，民间流行，很多道场好像也有这个现象，进去之后烟雾缭绕，尤其是要做大型的法会，殿堂里面有点像西游记那里面的某些镜头，信众们认为啊，哎呀，这个太虔诚了，这个佛菩萨一定会很高兴，你看我的香烧多大吧。如果佛菩萨真的像我们这样，他肯定换地方了，他不会待在那边被这么多香熏来熏去的。好在佛菩萨有定力，我看他坐在那里几百年没动过，倒是我们这些师父们可怜了，没办法，必须守在那里。所以有一些道场的师父常常在殿堂里面照顾香火的，常常做这些法会的，时间久了这个喉咙会被熏坏，有这样的情况。尤其现在很多香的质量不是很好，所以中国佛教协会要提倡文明进香。到台湾很多道场大殿里面也看不到香，他们有上好的檀香放在每个角落，你进去之后莫名其妙哪里都能闻到，妙香扑鼻，但是找不到香在哪里，这是非常环保的做法，值得提倡。更重要的是我们闻到香，见到香点燃之后的那种烟雾，需要想到相关的一些教诲，这才是佛陀的教育。不是说烧个香佛就知道了，就像我短信发出去了，什么事情佛你看着办吧，不能够这样，不负责任。我们也要听一听佛陀的教诲，佛为什么教我们拿香来供养，有什么意思？为什么教我们拿花来供养？花提醒我们要不断的去修六度波罗蜜，凡是利益众生的种种行为尽可能的去做，放心的去做，做这些事情众生都会欢喜，就像大家看到花一样都很高兴，是这个意思。从因果上讲，佛前供花自己会得相好庄严的果报。很多法师讲经的时候也天天劝供花，供花会自己长得漂亮，于是很多年轻人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干，天天来就带一大把花，哪怕佛前已经供很多花了他也不管，反正他要漂亮，他要的不是佛要不要这个花，佛前真的是不是需要的不管，他要的就是听说供花会长得漂亮，这个比到美容院省钱省多了。也要斟酌一下实际情况，确实没人供，那么大家来供花，已经很多很多了，别的供养缺，那不妨用这一份真诚心，用这一份钱去换别的供养，我们明了供花的用意就行了。那么现在呢，大家供花习惯上只是供佛，在印度包括今天他们供花呢，就是当作平常人与人之间往来最常见的一种礼物，尤其是对修行人，他们见到修行人，现在还能看到比丘出来托钵供养当中会有一个花环，经常叫花幔，我们很少听花幔是什么，有些人不懂，以为花幔就是花圈。去年我们去云南的时候很有意思，道场负责的师父呢也很慈悲，是想隆重的欢迎一下我们，然后就按照经上说的准备一些花幔，
结果负责去做花幔的这个菩萨呢，他不懂什么叫花幔，然后就跟这个鲜花店里面说啊，什么花幔，那个老板也不懂什么花幔，他说就是那个圆圆的了，哦，知道了，花圈。于是就做了一个花圈，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带一个花圈。哎，他也是好心嘛，你不能说什么，他是不了解。我们到印度去朝圣的时候，一下飞机，然后他们准备好的花幔就像围巾一样，戴起来很飘逸，而且他们用的这个花非常好，能保持好几天，很清新。你走到哪里呀，周围附近啊十几步之外都能闻到。所以我们能够体会到为什么佛陀在世的时候要用香，要用花，这个花来供养。印度盛产檀香，人家的香没有污染啊。那个地方呢盛产鲜花，所以这些呢都是常见，而且让大家确确实实能升起欢喜心，看到欢喜，闻到欢喜，这一生欢喜，大家就愿意来接近。所以香花供养我们在经上就常常看到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民众当中有这一种习俗，我们今天做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在供养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明了为什么要这样做，佛门的种种仪式都是表法，所谓表法就是有象征意义的，不是说单纯这样做就可以了，这样做它是有一番内涵，它有一番象征意义，它会让看到的众生获得一些启发，开启众生本有的智慧。这是从供养当中我们得到一些启发，大家可以举一反三，后面还会多次提到这一类的经文。香花来供佛，这就是没有空手来，表示对佛的恭敬。比诸同来等辈，跟着地藏菩萨一起来的，地藏菩萨的无量分身以及地藏菩萨的分身所教化的无量众生，这个团队非常庞大，大家一起来。同来的这些呢，大家都很感恩地藏菩萨，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参与这一次大会，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地藏菩萨就是前面所讲的最初的大长者子和婆罗门，其他的分身的里面有不少都是受地藏菩萨教化，还有很多从业道出的这些众生可能又是辗转教化。辗转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教一个啊，就像我们今天学佛，大家联想一下，最初是什么因缘学佛？肯定不是释迦牟尼佛直接跟我们讲法，所以我们今天接受佛陀的教诲是辗转听闻到的。所谓辗转就是一个传一个，百千年之后才传到我们这边，我们要感恩辗转传承教法的这些在家出家的大德。当然我们会感恩本师释迦牟尼佛，如果没有本师出世，哪有我们今天闻法的机缘？可是单单有本师世尊讲经说法，没有诸大弟子的传承，法也传不到我们今天。回想一下，我们最初闻法接触佛法是什么人在接引我们？这一路走来又有哪些人在成就我们？回想一下，我们感恩的心就能找到一些理由，
不再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带着这一种感恩的心来学习，会对法升起更多的恭敬心。否则我们就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佛法遍地都是，你不告诉我还有别人告诉我，干嘛要感谢你？如果这样的话，法不入心，我们没有一种接纳的态度。所以在字里行间都充满教育啊，来的这些人用一种感恩的心跟着地藏菩萨，他们最初有出离的因缘，就是地藏菩萨以种种方便在接引啊。今天大家有成就了，什么成就呢？此地只说一句话，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经常常见，这是一个专业的名词，翻译为无上正等正觉，简称无上正觉，不退转于无上正觉。通俗的讲，肯定成佛，不会从菩提道上退下来了。不仅这一生不会退，生生世世无论在哪里都不会退，这叫永永不退。我们很多时候现阶段发起精进，拼命的用功，于是感觉到自己的学习蒸蒸日上，境界大幅度提升，甚至都有一种这个错觉啊，认为自己好像登不退地了。结果过一段时间遇到打击了，有一个人好像发了疯一样来报复你，自己招架不住，就开始连连后退，边退还边找理由，不是我要退，我是做出让步，不跟他一般见识。退到最后无路可退的时候，我们还是不断的安慰自己，等着吧，我会东山再起，毕竟我们退下来了。不过这也正常，凡夫在没有拿到不退的保证之前进进退退，那叫家常便饭。在修学过程中，不退是要有保障的。什么保障呢？小乘须陀洹果，原教初信为菩萨，未不退。这个未不退就是转凡成圣，须陀洹称为入流，入圣人之流。原教初信位，这也勉强算得上是见到位了，标准放低一点，可以算得上是见到位了。也就是说自己知道自己这条路肯定不错了，接下来只有理由上进，没有理由往后面退了。小乘须陀洹呢，那是靠道力去维持，不会退。就达到这个境界，经常说啊，无论如何他都不会退，打死都不会退。比如一个小乘须陀洹，他在人天修行的过程中，就是有人拿着一把刀架在他的头上，逼着他不让他修行，不让他学佛，他宁愿死都不会退，这叫真不退。那有人说，假如我们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先退下来了，我们一般人要命啊，我们不要说是这样严重的事情，一点点利害得失就足以动摇我们的信心。外面遇到的境界不像想象中那么理想，我们就开始发牢骚，有人来欺负我们，我们就开始闹委屈，然后我们就会找出很多很多理由。最常见的理由，很多人退下来的时候就说，不是我要退，是我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看来我不适合修行啊。然后别人说，你为什么不发心不去突破呢？不行啊，我业障深重啊。好像说得很谦虚，既然知道业障什么深重，为什么不去忏悔呢？我也天天忏悔了，我回去就是要好好忏悔了，我退下来就是为了忏悔了。反正我们有没完没了的理由和借口。过去莲池大师对这一桩事情有非常婉转的分析，说懂得上进求进步的人总会找一些正面的理由让自己不断的上进，哪怕自己在绝境当中也会给自己找出合适的理由，在绝境当中看到一线生机。喜欢懈怠和退转的人总是在种种境缘中找一些退路，让自己合理的退转下来。这就是后面所说的众生的根性，根性有差别。有些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修行人，假如他继续坚持，他在某一方面一定会有成就，但是他被很多世俗的东西影响了，被很多外在的干扰左右了，他放弃了，他退转了。譬如我在经上看到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位比丘修行非常精进用功，而且长时间如此，但是他没有果证，于是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追求佛道。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最终决定干什么呢？我要求佛道，还是做个国王比较好。于是他就去见佛，向佛说明自己的心愿，就是世尊啊，我这一生的修行，我想求一个果报，不知道能不能满愿。世尊就问，你想求什么果报啊？说来听听。我想来生做转轮圣王，而且是金轮王，王是天下。世尊就说，你可考虑清楚了，你真的要放弃佛道的追求，转而追求轮王的福报？比丘说，我确定。世尊说，果然如你所说，你这个果报一定能兑现，这么点小小果报还不能获得，佛门还修什么行啊？人天福报至少是能得到的，只要如法的去求。比丘就非常欢喜，离池而去。比丘走了之后，世尊回过来跟旁边的弟子们说，非常遗憾，刚才那位比丘如果坚持继续用功，接下来用不了多久。这用不了多久的概念，就是在无上佛道上一般人需要长久无量劫的修行才能成就，这个比丘再过若干劫就可以成无上道，就是按照他目前的状态继续用功。很遗憾，他放弃掉对无上道的追求，以后再发起这个心，再要成就这样的因缘，那需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之后。这就是一种退转。那么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内起了烦恼，外遇到障碍，这个时候最容易退转。本来有很长远的菩提心，这个时候开始质疑；本来有很宏深的大愿，这个时候开始反省，就是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本来对于自己所学充满信心，这个时候也开始打问号，对吗？其实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坚持，
坚持就能突破一切障碍，内里面的烦恼可以通过坚持去降服，外在的障碍可以通过坚持去突破。坚持实际上就是一种忍辱，长久的耐心。所以《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法得成于忍。一切法门的成就，那个秘诀就在有没有长久的耐心。有，一切法门都能成；没有呢，一切法门学到一半都有可能会退下来，那就非常可惜了。